虽然我们没有再见面，没有再联系，可是我每天都会想着同一个人。风过流年，留不走那份真挚的情感。很多人都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切，可以冲淡一切，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忘记是无法做到的，因为这个人会永远地存在你的记忆里。看什么呢？在看你啊，真帅。哎，你说啊，我们曾经一起憧憬过未来的生活。他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，贴近大自然，高高在上，看着远方。它可以不用太大，但是呢，一定要有大大的落地窗。如果能看到大山大海就更好了。River，Hello，你好 ，Eric，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听说你们新盘刚建好，嗯，我就来看看。没问题啊，新楼盘发售，您先看一下。2014年的整体开发大奖被我们楼盘给拿下了。这一次啊，我跟您说，我们主打的特色就是气派更宽敞。怎么样？这里就是我们的得意之作。嗯，不错。顶好高啊！啊，对，我们这里层高至少都有9尺呢。这样的话，屋里的采光特别好。哦，对了，一定要有一个大大的厨房。这样的话，我才可以每天看着风景，然后为你煮美味佳肴。话说，管住一个男人，不如先管住他的胃呀。看，你的美梦就在眼前。我们的厨房采用的全部都是顶级名牌产品。Caesar Stone 的台面，配上意大利 Chiesa 的橱柜。灶台和基本的厨具电器呢，都是德国 Miller 的。那一个呢是 Steam Oven。 冰箱呢？猜到你会问了， Sub-Zero 的吸入式冰箱。你看这里，沿着 Richmond 飞沙河这 1.1公里的水岸线，这片地全部都是我们的。以后这儿啊会是温哥华最棒的水岸社区。设备质量没得说呀，都是超豪华，绝对五星级标准，可以说每套房都是精品中的精品的。您再看这对面，有山又有水，我跟您说，我们这儿啊名副其实的一块宝地啊。如果你在这儿该多好。